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第三节。其實你看翻嗰條法例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個交通條例嗰、那個嚇、啊，即係你去即係查冊啊，即係運輸署查冊，即係個車主嗰個登記資料咧。其實佢車主佢填呢啲資料嘅時候，佢係預咗可以俾你啲人公開，即係呢個佢預咗啲資料全部公開噶嘛？你明唔明？呢、這個不列入呢、這個即係個人資料。私隱嗰、那個嗰、那個範圍噶嘛，係咪啊？係公開噶嘛？咁你就算嗰個法例話冇寫特別寫明係包括呢個採訪，咁過去一直以來都係咁樣做噶嘛，係咪先？係嘛？即係當然嗰、那個立法嘅時候嗰、那個查冊嘅目的咧，即係俾你查冊就係嗰啲交通意外啦，就主要就係交通意外啦，係咪啊？咁好啦。講翻主要係交通意外，咁記者去採訪呢個交通意外嘅時候，係咪啊？因為需要呢啲資料，即係我哋過去嘅經驗就係咁啊嘛。佢唔會覺得你記者問呢啲，即係有咗個車牌之後走去查呢啲資料，我報導呢單案啊嘛，大佬可能死五個人，屌你媽，兩個受傷咁，一單大嘅車禍咁樣，係咪啊？咁係咪第二日即刻報紙見報嗰個車主嘅資料有曬啊？嗯。再退一步講，就算個記者唔去查冊，你警方都要主動公開呢啲資料啦，係咪啊？發生一件咁嘅車禍嘅時候，呢個係咪好合邏輯啊？唔係嗱，我而家只係講我的經驗啫，係咪？講我做記者嘅經驗，做新聞嘅經驗啫。嗰陣時我哋調查啲記者噶嘛，你攞唔攞到啲料翻嚟？咩識去運輸署問啊？咁樣噶嘛，係咪？好正常噶嘛，呢個係我哋教書嘅時候講呢啲嘢。啲學生中意聽嘅就係我哋好具體咁舉啲實例，你可以點樣做係嘛？有時好多資料，喂佢係公開咗，但係佢同其他啲資料撈埋一齊，再經過分析之後，佢變咗新聞㗎啦嘛，已經係係嘛？咁所以呢種講法係好有問題嘅，你明唔明啊？你即係喂，如果即係。車輛不當使用造成有人命傷亡的時候，咁你記者屌你，佢唔可以去查一查，係咪啊？所以即係而家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就係、是、好簡單。點解要揾蔡玉玲開刀咧？係嘛？點解要揾蔡玉玲開刀？嗱，呢個係因人又因事，係嘛？本嚟就無事。因為那個叫做蔡玉玲，那個叫做阿包，係咪？呢個喺港台或者新聞界都好，即係嚇，都係一個大家覺得佢係鍥而不捨，係嘛？去追查真相嘅一個咁嘅記者，係嘛？第二就係你做嗰單叫做721喎，大佬，係嘛？喂，呢個係五大訴求其中一樣，就係、是、你要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包括721啊、831啊呢啲，係嘛？你政府採你都傻嘛？咁就揾個監警會嘛，監警會出個報告廢嘅，係嘛？咁所以鏗槍集，喂，呢就做咗兩集，係嘛？呢一集叫721誰主真相，佢就係用呢種方式，係嘛？同埋喂。第一集就係嗰啲錄影帶，係嘛？嗰啲 CCTV 啊，係嘛？記錄曬出嚟噶啦，沿途你嗰啲鄉黑，屌你有冇同警察點樣勾結，係嘛？我一定係用勾結呢個字眼㗎。喂，你作明知佢就去劈友吳家產，你有勾佢，係嘛？俾時間佢，俾半個鐘頭時間佢，咁呢個仲唔係勾結啊？係嘛？所以呢啲如果調查，屌你俾你監多得坐鄧炳強。
那些指揮官全部坐監啊！嗱，而家你唱到美國點衰點衰，佢跪死個黑人，搞到咁大件事，三條罪啊！如果你罪名成立，坐到個啰柚開花，係咪？第一就係因為個人，第二係因為件事。你做呢單嘢，我就搞你，係咪？如果佢唔係做721，係咪？誰主真相？不是出了這一集之後，哇！大家覺得屌你這樣都可以，其實大家都知道整個運動2019年的運動 去到後來那個催化劑，或者整個運動的轉捩點，令到即民眾對這個運動，或者全世界對這個運動的關注，就是因為721元朗恐襲嘛，這個主要的嘛，其他831太子有沒有死人的真相未明嘛，這個真相是很清楚的嘛，721咁啊，因為呢件事啦，好啦，咁於是又牽到一個問題，政府唔高興嘅嘢，係嘛？你去採訪嘅，佢就搞鳩你。而家係咁，係嘛？而家就唔係好似你啲人喺度講呢啲大道理，包括湯家驊呢啲五家產，係嘛？包括啲濕鳩學者，係嘛？冇得俾你查察，但唔會唔俾你報道，咁咪一樣有新聞自由咁樣樣講嘢。咁呢個係好恐怖噶嘛，係咪？呢個就係任何時間，佢只要即係話屌你對，喂對政府不利嘅嘢，佢係唔會俾你做。你做咗之後，佢就要收拾你，係嘛？咁台長你做咗咁多年啦，咁你點樣評論呢件事咧？屌你唔肯講嘢嘅，你同啊呢啲同你有關噶嘛，大佬？好簡單啫，佢攞咗個獎嘛。金瑶如新闻奖就咁就已经即系证明咗一切啦，啊，早知唔知攞呢个奖添，仲有其他奖攞添，系嘛？咁你当年你都识阿金瑶如噶，你同佢有个交往噶？唔系金瑶如，唔系呢个金瑶如新闻自由奖。咁当初即系去参加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其实港台好多节目。铿锵集都攞好多次奖啦，系咪？咁呢个叫金瑶如新闻自由奖，我一睇我就觉得即系令我想起好多嘢啦，系嘛？好啦，先讲你香港电台，我哋唔参加呢个奖嘅选拔，系嘛？好啦，颁奖俾你，唔领奖，咁呢个就系、是。喂，你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呢一個所謂鏗鏘集721誰主真相呢一個特輯係嘛？那個公信力或者佢影響力嘅影響唔到嘅你，你係屌枉作小人㗎嘛？同埋你話俾人聽，我呢個廣播處長係好撚前格，我係狗嚟嘅，屌你乜我係奴才嚟嘅，我李百全嚟咁啫嘛，其實就係係嘛？咁除咗高志森咁嗰啲咁嘅撚人會啊做得好啊，阿處長做到咁樣樣係咪？咁你俾呢啲人讚賞冇撚用㗎，係咪？喂，港台嗰啲高質素嘅節目經常都得獎，係咪？呢個節目得獎係意料中事，係咪？亦都唔會因為得獎係咪？即係就令到即係嚇呢一個蔡玉玲嘅身價又會高咗啊，又頭上有光環喎。如果有得參加比賽，佢一定係得獎嘅嘛。咁呢種咁嘅獎係鼓勵一啲即係新聞從業員係嘛，去查找真相，即係啊嗰種即係上窮逼落下黃泉啊，衣帶漸灰終不悔咁啊，漸灰終不悔嗰種咁嘅精神咁解嘅啫嘛，係嘛？咁你又唔去領獎，又話點解人哋送咗佢咁啊？又唔參加比賽咁？屌你啲咪代表你李百全，你係好撚賤格咁解啫嘛？唔係你識咩做廣播處長？就係而家驚你唔掂，揾個蔡潔如入嚟管理。屌你咩？你有冇聽過香港電台廣播處長有個顧問嘅？而家係咪揾個即係做 A.O. 嘅時間耐過你嘅資深過你嚟做顧問係咪？屌呢個喺我哋眼中係靚妹係咪？即係我識佢嘅時候，佢就係好低級嘅啫，啱唔啱啊？係嘛？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喺立法會嘅前廳，即係
因為那些人拉布響鐘啊，個個撲撚曬入去點名，即係啲建制派咁啊，個前廳得我同林鄭月娥仲有蔡潔如，嗰陣時佢做緊行政處長，跟住林鄭月娥就喐我啦，你明唔明啊？又話我教壞細路啊，又話屌你咪啲嚇，而家啲後生啊，即係不知所謂啊，你要負好大責任啊，咁講呢啲嘢啦，咁跟住我就屌你咩，即係忍唔住頸，我就話你去大學度。好像我咁樣講嘢咁撚受歡迎啦，你去估下佢啦，屌你，哇！你唔好成日話我先得㗎，係咪？你有權有勢係嘛？你去大學度，屌你，你冇同佢洗腦啊，係咪？你話我洗腦，即係言外之意係嘛？咁咪嘈起上嚟嘛，跟住潮州妹蔡潔如走埋嚟，好似輕咁咯，屌你！即係你諗下嗰陣時做司長嘅心態已經係咁，因為嗰陣時已經發生咗呢個即係。佔領運動啦嘛，已經係嘛？咁樣樣即係咁嘅諗法嘅，對啲後生仔係你明唔明啊？佢哋樣唔熟嘅，佢意思即係係嘛？咁你頭先啊，撩我講金搖魚，咁而家又夠鐘啦，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啦。金搖魚巴閉啊！1967年嘅時候，個《文匯報》啊，即係佢其實係1967年嘅時候係主持整個共產黨喺香港嗰陣時啲極左派嘅反英抗暴嗰個文宣，你明唔明啊？屌你歪曲事實係嘛？屌你即係做好撚多呢啲衰嘢，後來佢自己自我招認係嘛？屌你咁，但係阿金伯伯咧就係即係文章寫得極好，即係講下講，休息一陣。